做聲金句 ，dancer 唱歌注定坎坷，有冇聽過？我有時都有聽人提起過，但係今季好似有啲唔同喎。佢哋我哋要做跳唱歌手，我有你，係咁開 show 啦！今晚的仔仔女女有 NY、CY、星星和 K 捞，欢迎我哋今日嘉宾 Sherman。Hello， Sherman 就其实在我哋做星二和三都出现过啦。Yeah。 而家已经变咗常规咧，一有跳舞嗰啲咧就要揾 Sherman 嚟。Oh。 你点睇人哋将呢个身位咁样摆嘅？其實有時候我都好 confused 嘅，覺得即係我係中意跳舞、中意唱歌，但我又會中意寫歌，又會彈琴咯。總之我行埋個琴側邊嘅時候咧，佢就啊你係咪唱作歌手啊咁？我出嚟跳舞咧就話：咦你係咪轉型做跳唱歌手啊咁？咁我就拗曬頭啦，點解唔可以所有嘢都係即係一齊嘅咁樣？喂，咁不如你哋自我介紹一下，你哋同跳唱有咩關係先？點可以坐喺呢度先？我本身就係一個 dancer 嚟嘅，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我就跟阿 Sherman 啦都跳咗一陣。做了一排的 dancer 啦，超過三年啦，一年其實我自己都很想做個跳唱歌手嘅，因為我本身很想克服唱歌嘅，係啦。咁雖然 rap 是我的專長啦，俾阿 Sherman 發掘我的專長啦，咁但係咧我自己是很想克服唱咯。我都覺得我自己算是比較幸福啲嘅喺香港，因為我出道之前是被安排去台灣那邊訓練咗一年先翻翻嚟嘅。哦 ，OK， 係啊。咁你出道嗰時候，即係人哋 label 你跳。跳唱男子組合真係名正言順㗎啦！當時真係覺得係開心㗎，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公司第一個 MV 跳唱係用咗100萬添㗎，即係如果喺香港呢個地方，我覺得係咯，嗰陣時好似覺得發緊夢咁樣。喂，香港做跳唱拍 MV 呢個部分係咪真係好難令到香港嘅跳唱歌手可以出嚟同人哋咬手瓜咧？文化好大影響啦。首先香港唔會太大嘅投資喺即係 entertainment 嗰方面嘅。100萬嗰啲係已經成為過去啦，過去咗。其實都好神蹟嘅100萬。神蹟啊！係啊。喂，其實一隻歌啦，譬如韓國面都排幾耐？如果一隻，譬如佢哋要 plug 嘅歌，3-4個月一首主打歌啦，因為佢哋 train 咗咁耐，其實係為咗佢之後，因為韓國那邊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上到舞台的，因為他們有很多電視台嘛，即他們可能一個禮拜可能要打5-6日的歌，所以他們即出了歌之後，其實他們是沒有時間再去練。香港如果要做一隻譬如跳舞歌，通常事前是怎樣準備的？最快咧，真係可以試過4日去拍一個 MV 咯。呢個最都幾誇張嘅，因為你要排舞又要排得好睇，又要自己屋企練對住個鏡，邊個樣對鏡頭會好啲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同我同星星就係咯，跳一隻歌叫做 Are You Naughty， 唔知記唔記得？因為本身我又喺第二度做緊嘢，咁我一翻到嚟咧，我記得得4日時間。你相比起人哋，哇4個月將隻舞完全係 master 咗出嚟咧，係好辛苦噶，我覺得係啊，即係咁短時間好辛苦咯。咁排幾耐啊？嗰陣時隻舞係真係用咗2日排啫，第三日我攞嚟好辛苦咁對住屋企對住個鏡係咁練，跟住第四日就拍 MV， 其實係好大壓力嘅咁樣。係咪真係同錢有關？歌手公司要俾錢出嚟俾排舞師啦，俾 dancer 啦，你排得越多嘅日子，其實涉及嘅錢應該係越多咁。即係關 budget 事，因為好似韓國佢哋有 comeback 呢個文化，佢哋真係可能做完一個好貴嘅 MV 之後，因為佢哋有嗰邊有好多商業嘅機會啊，即係佢哋做完隻歌，其實 turn out 佢哋係揾得翻依嚿錢 cover 翻。但可能你喺香港，你可能跳唱歌已經比起一般抒情歌3-4倍嘅 budget， 你做完之後可能就真係。就冇咗咯，即係真係當係一個揾唔得翻嚟嘅一個錢。你去過台灣啦，你就做過好多 show 啦，你喺韓國受訓，有冇真係跳住 MV 嗰陣時嗰個樣，即係教你點錯係有冇呢一科嘢係？喺直頭教埋有冇噶本身？有啊，有上堂添。我當個堂1粒鐘啦，咁當然有時間唞嘅，咁但係你可能就要做住啲掌上壓又好，即係總之消耗體力做 gym 嗰啲咧。但是你就要聽住首歌，然後 hold 表情咯。
即係無論你幾攰都好。你而家示範一次嚟睇下，係一件點嘅事啊？中耳病啊，其實係嘛？喂，示範睇下，示範睇下。即係譬如咁樣，唔好望住我啊！好驚，即係咁樣啊。做呢啲同埋做掌上壓咧，即係譬如有啲歌可唔可以幫我求其唱呢個啊 ？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 yeah,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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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 boom 咁樣咯。即係但係係好，即係你要 hold 住你係一開頭係冇乜嘢，但係你去到後面你真係咁，你平時做 gym 你做一粒鐘都會攰噶嘛，咁真係去到嗰啲位，但係你個樣都要 keep 住，因為個老師望住你，令到嗰個樣係好似 muscle memory 咁啦。係啊。入咗血啊！咁長期都嗰個樣啊！其實佢要令到你分翻開咯，即係你要唔同步咯。我喺台灣嗰陣時訓練都係一個鐘嘅，就係你要真係當你跳緊體操，做緊啲好勁嗰啲嘢。咁通常你嗰啲樣冇好努力或者好狰狞嘅，佢唔俾咯。佢就有部 cam 踢住你，咁就要叫你一路嗰首歌好辛苦，你個樣都要做到佢想要你個表情出嚟咯。咁然之後就要逼你睇翻嗰個 payback 咯，係即係要你每一日 tune。咁可能你第一 day one day 二你完全唔習慣嘅，但係半年之後，就算你唱一首好難嘅歌都好，或者嗰首歌係好慘情都好，佢要你錯個 sweet 嘅樣，你都要去咁做咯。哦，即係將個表情同個身體分開。係啊。但我想講嗰時做 dancer 係唔會有人教你表情，係即係因為所以咧，我哋跳舞嘅人咧係好注重身體，反而呢度會忽略咗。我覺得造星最難咧。即係我參加造星咧，我係發現原來我呢度係冇練過㗎，表情管理，因為係有表情管理啊。咁嗰時因為香港，我唔知係咪香港係咁樣啦。每個老師教你跳舞咧，你冇表情咧，佢由細細個開始就話：，啊笑啦，笑，係啊，總之你笑就得㗎啦，係啊。咁所以你跳咩舞咧，就算你跳啲好勁嗰啲舞，你都即係你都係笑咯，所以你去到 Ferrari 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笑就得噶啦。哇，好好開心啊！佢哋，但係其實好攰咯。因為佢話笑啊嘛，但係我哋咧一跳完咧個鏡頭一卡跟住，係即刻個樣即刻變曬，因為我哋係除咗笑乜都唔識。你唔知咩叫型，唔知乜嘢。我係接觸hip hop 之後咧，我呢啲係自己揾翻嚟嘅，即係同埋我哋對得鏡太多咧，反而唔係好敢面對自己個樣啊！我哋淨係 focus 喺自己跳舞，一面對自己個樣就哎呀怕醜啊咁咯。跳舞就練完咗舞，頭先佢哋講佢哋受嗰啲訓練咧，就真係要 next step， 即係過完呢一 part 啦，就真係練呢一度啦。其實你已經有潛質，因為我覺得你長期就練，你已經練咗自己個樣係我嘛，係啊 ，keep 住你已經管理咗啦。呢個時候不如交翻俾你同 Sherman 好唔好啊？好嘛？很相信能成就大愛，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担心远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地址，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自私的细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亲爱伴侣，突然十年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色不会变，纸张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突然尽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
闖出新世界，交出新個性。假使想愛，便會找到親愛伴侶。第一天十年便過去，放肆歲月冷漠似水。就算紙張不會皺，什麼都殘臭，偏偏想笑只會得到灰暗情緒。某件從頭讀過去，一句一句太乾脆，一句一句已粉碎。很相信能成就大愛，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貪心願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對。今日只可以和下你，多謝你。頭先傾咗咁多跳舞，跳舞唔係攞嚟講㗎嘛，跳㗎嘛，跳一跳先咯。喂，不等睇女仔跳仲好啦。喂，但係佢兩個本身咁熟，就咁跳，佢哋冇難度㗎喎。抽啲歌。俾你跳咯，加難度兩倍速咯。你唔俾我跳三倍啦，咁暗讀嘅你哋，讀一讀佢哋先。難到佢哋嘅喂。你哋嗰啲音讀招難唔到你哋喎，基本上都 OK 你覺得難 OK， 但我覺得有啲可以再難啲啊。今次唔係難佢哋，難 NY， 因為逢星期咧，我哋會同外國嘅朋友一齊唱啲外語歌。今日派出嚟同嚟自菲律賓嘅 Christine 嚟個 crossover。失散的一声可缺，曾带你两路坏直了，曾是愿望梦幻的发散。时时刻刻关心想之人，求你让你依善人，献出的一生都是付余生。是否冷落待你那片内，你无法报答这次海心人。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多关心。龙岩石浪卡森门洞一道。나긴두와난마구라모아난가마이니랑용이라오아난나나야따다이모이디마라망안가가윈미나마스탄바디바뚜룬모사가비나부부야아이용나나이사바딘바난가다스모아사오마가나마이가롱가릉이용아망두왕두와사요전도힘도잠몽자욱고
你破遠世界出亮人，你寂寞孤單沒論憑。为了双盏方法多无限，令我悔改但永无言，此刻升起想叹多痛心。不必困惱要痛悔，切忌跌跳你要快快起分身。是是是一世一心梦，那那满梦一概难加马的。不必困惱要痛悔，切忌跌跳你要快快起分身。相衬对你永照顾，你最有错，不必担心。劲啊 ！Thank you, Christine。好犀利。好有嘢，格力格力，哇，犀利啊！冇錯，嗱，首先我哋都學咗佢菲律賓話㗎，係係，應該佢哋出完之後，我哋禮貌上應該點講咧？格力格力，要問下 Christine 啦 ，Christine， do you know any other Hong Kong song？ Song from Joy Young， Can you sing？ I try。Okay。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说神话，因你坐更愉快。我光荣因有你拥戴。即係我想問 Sherman， 你有冇唱過外語歌？即係一啲你唔識嘅語言嘢，又要唱一隻歌？日文咯。日文咩嚟㗎？啲卡通片嗰啲主題曲嚟嘅。即係嗰陣時因為日日睇就死記喺度咁樣唱嘅啫。自己拼翻啲音出嚟咯，跟住死記咯，就係好似咁樣咯。喂，講翻你啊嗱，呢個我真係攞啲紙嚟俾大家睇啊。喂 ，NY 咧唱呢個菲律賓歌咧，佢就唔用中文嚟拼，佢居然用韓文嚟拼呢個菲律賓話，點解你講嚟聽啊？因為我本身我已經嘗試咗用廣東話嚟拼啊，但係我去到第二段我已經拼唔到啦。即係啲音唔拉加唔到韻音。跟住我後屘聽翻，我識韓文嘛，即係我自學韓文。咁但係跟住我就聽翻啲音係幾似韓文嘅，咁所以我就用翻韓文嚟反應到。喂，你幾位覺得佢哋兩個頭先唱成點咧 ？Was he good? Yes. Okay. Can you understand what he sing? Yes. Yes. Why? Honestly, no, because earlier during the rehearsal it's not that clear, but right now he nailed it. 喂，可以菲律賓發展喎！今日多謝 Sherman， 喂，多謝 Christine，thank you so much。多謝我哋嘅730搭檔隊，啱啱同我鬥啦！喂，今晚咁 happy， 不如聽晚繼續啦。聽晚繼續，仔仔女女730，拜拜。薛凯琪同郑融呢日一齐录影 Q 级，佢哋因为疫情已经3个月冇约会啦，所以完咗节目就会去薛凯琪屋企聚旧。郑融更加大爆 Fiona 系有严重洁癖嘅添。你系卫生大使喎，疫情直情要揾你卖广告，做足晒所有预防措施。任何人嚟到我屋企，我都要佢换衫。咁但係而家唔係個個人會帶啲衫出嚟換嘅嘛，咁我會俾我屋企嗰啲衫去換咯。我預咗一批衫係專係男男女女嘅都有。因為你喺街度，其實你所有嘅衣物會沾污嗰啲細菌，然後又坐喺梳化凳啊，咁你屋企你抹唔到咁多，所以我覺得起碼就係要逼佢哋抹電話啦，換咗成套衫。
佢哋兩個真係好好嘅朋友，鄭融大讚 Fiona 好有才華，仲做埋 MV 嘅導演，所以咧佢都好希望 Fiona 可以幫佢拍 MV 啊。做泳衣啊？唔係，我再諗下啦。我再諗下，俾個真係有呢個機會啊？可以啊，一定有啦呢個機會。姜涛喺《太平民生店》饰演黄德斌个仔，喺剧里边有一场大型打斗戏，拍嘅时候佢都话有啲惊噃。我头先嚟到我都好惊啊，因为好似因为真系个个都攞晒架撑啊嘛，好似由细到大都未见过呢啲场景，即系电影入边先会出现嘅一啲场景。虽然姜涛话好惊，但佢又话咧好想试下拍江湖片。香港有好多戏都系讲呢啲比较江湖仇恨嘅一啲嘢，所以由细睇到大我都觉得。如果自己拍會點咧咁樣？咁佢又最欣賞邊位藝人演江湖片呢？鄭伊健先生前輩點稱呼咧？呢件啦，前輩係係，佢哋都係即係有睇佢哋做嘅戲，做呢啲戲之前我都有去借鑑佢哋嘅。朱慧敏因為限聚令嘅關係，所以上個星期舉行婚禮只是招待部分親友。於是咧，佢尋晚就同醫生老公 Jason 喺社交平台開 live， 同親友分享翻結婚嘅開心事。即係我同阿 Jason 即係識咗就大半年啦，咁我哋先至拍拖嘅。咁拍咗拖就一年啦。咁我係好感性嘅，我就好容易喊嘅。咁咧，阿 Jason 咧，佢就會比較忍住多啲嘅。咁但係嗰日嘅婚禮，所以其實我都好，我好感動，同埋我都會好，即係我都覺得好 surprise， 因為遠處見到阿新郎哥，佢就喊到已經係有啲。喺直播嘅時候，朱慧敏突然拎咗閃爆嘅婚戒出嚟，原來結婚第二日，老公以為佢唔見咗婚戒，非常之搞笑。至於太太做幕前，又講到明咧婚後會繼續工作，唔知老公又會唔會介意呢？係啊，人無分職業啊，無分貴賤嘅，老實講，係啊，咁人就係人㗎啦，係咪？咁最緊要大家中意大家。咁啊，大家互相尊重，大家就 OK 噶啦。朱慧敏有位咁支持佢嘅老公，真係非常幸福啊！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